说我是假性近视，必须得戴上眼镜矫正。哎，真是烧脑筋。切，不就是戴副眼镜吗？显摆什么呀？我今天看到瑞瑞戴上眼镜了。哦，没错，同学们都夸他戴眼镜好看呢。是吗？小小美猴王，你要撞上去了。瑞瑞这孩子本来就挺好看的。你别听小小美猴王的，根本就不好看。他这么小就近视了？那是因为人家瑞瑞学习太用功了。我听他妈妈说呀，瑞瑞看很多课外书呢。我们也看很多课外书啊。你们看的呀，那叫小人书。现在孩子们看的叫漫画，早就不叫小人书了。管他是漫画书还是小人书，反正都是些不务正业的闲书，跟人家瑞瑞看的那些世界名著能比吗？考试又不考那些。我听瑞瑞的妈妈说，人家瑞瑞每天做完功课后还主动做别的练习题呢，哪像你们一有时间就只会玩游戏看漫画。妈妈，你们呢得好好向瑞瑞学习学习才行。那个瑞瑞不就是戴了副眼镜而已吗？大家至于因为这样就把他捧上天吗？我原来是这样。怎么了？我发现了一件事情。你看这些漫画里面的科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记者还有侦探全都戴着眼镜。这里的也是，这边也是，看来我也得搞副眼镜。大宝，你在找什么呀？眼镜啊，我爷爷很久以前留下的一副近视眼镜，我记得小时候见过的呀。找到了。大宝，你戴上的样子好奇怪呀、我根本看不清我戴眼镜的样子。为什么？我戴眼镜的感觉太可怕了，你真的要戴吗？戴，我可不想被瑞瑞比下去。戴上了，戴上了。
下大家也开始要羡慕和崇拜我了吧？大宝，你怎么了？大宝，你是电视看多了还是游戏玩多了？居然也戴起眼镜来了。我看都是躺在床上看漫画惹的祸吧。小小美猴王，你告诉他们，我这是看名著看成这样的。居然想学我戴眼镜，我是随便能让人学的吗？妈妈，我们去太空吧。我就不信我戴不了这副眼镜。大宝，帮我拿一下靠垫吧。你真的要继续带着他吗？我可不能让瑞瑞一个人把风头全抢了。可是，再说了，今天还有数学测试呢，我戴着眼镜一定会有不一样的表现。但是，别但是了，好好领路，我可不想再撞到电线杆上了。还剩15分钟了，还没有完成的同学要抓紧时间。时间不多了，做完题目的同学也别忘记抓紧时间检查一下。儿子也许患近视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？嗨，大宝这情况，即便是近视，顶多是轻度的假性近视罢了。假的近视什么意思？不是假的近视，是假性近视。爸爸，我们这是在哪里啊？我们现在正在人体的眼睛里呢。眼睛？我怎么感觉跟爸爸的老式照相机里的结构一样啊？没错，我们用眼睛看东西和照相机能拍出照片的原理十分相似。不过，大宝，你怎么知道我那台老式照相机里的结构啊？我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拆开过。来看，妈妈。妈妈真臭美，可是妈妈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呀？这个就是我们人体的眼球了，它就跟我们的照相机里的镜头是一样的，光线从这里透过，然后在视网膜上形成图像，这就是视网膜，我们看到的图像就在这里呈现，并传给大脑。啊，真有意思。妈妈的图像怎么变得模糊不清了？这是因为进入眼部的光线没有办法投入在视网膜上，而是落在了它的前方，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模糊不清了，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近视眼啦。平时不注意用眼卫生，例如在光线太强或太暗的环境下看书写字，看书或看电视的时间太长，或者姿势不正确，都有可能造成暂时性的视力衰退。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纠正，
可以痊愈的近视，我们称之为假性近视。现在你们明白了吗？我们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不会是真性近视这么严重吧？不用担心，医生说大宝只是假性近视，还不用戴眼镜，只要注意用眼习惯，多做眼保健操和注意休息就好。要是光这样就好了。医生还说要少吃甜食，多吃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，这样也有利于视力的恢复。胡萝卜和青椒？没错。这不是大宝最讨厌的两种食物吗？要是天天吃这些可怕的蔬菜，我宁愿戴眼镜。大宝的手指画。你这画的都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太搞笑了。有那么搞笑吗？你可别告诉我你这画的是我们一家四口。你看出来了，那说明画的还有点像嘛。像，真像，像四个发了芽的土豆。哦，对了，你的呢？你的手指画都画了些什么呀？你知道我们中国国画的特色是什么吗？中国国画的特色，不知道。简约、留白、有意境，听起来好高深的样子。没错，我可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悟透了这么高深的理论，然后创作出了一幅意境深邃的手指画。好想看，好想看啊！那么，请欣赏大宝最新的大作——孤独的鸡蛋。这就是你说的大作呀？怎么，你没有觉得很简约，很有意境吗？孤独的鸡蛋，多有诗意的主题呀！哇，好美啊！我什么时候才能画出这么好的画呀？完全可以拿去参加艺术展了，对不对？哪里哪里呀、啊，你们画的也都很好啦。哦，画的好好啊！颜色搭配的还行，就是普通了点，少了点新意，意境更是一点也没有。这种画嘛，不评也罢。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你是有更好的画喽，拿出来给大家欣赏一下。那是当然的了。你不是画你那个孤零零的鸡蛋？不过人有三急，我得先去上个厕所。从来都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东西，还老是爱贬低别人，大宝真讨厌。我看他就是嫉妒我们润润。哇！你急什么呢？走路也不小心点，我疼死了。哎呀，大宝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看快到上课时间了，一着急就……你上厕所吗？来厕所可不就是上厕所吗？那你抓紧时间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上课铃赶紧响吧。天啊，好棒的手指。
说话。现在我们说一下美术作业的情况。这次的美术作业除了有一位同学忘了带没有胶以外，大家都完成得很不错。你看我干嘛？没交作业的又不是我。小小美猴王同学的这幅作品看起来充满温情，有种很温暖的感觉。大家也来欣赏一下。哇，不错不错，真好，真棒，真好。奇怪了，到底去哪儿了呢？瑞瑞同学的这棵树画得很别致，让人眼前一亮，相信当装饰画挂起来一定很好看。谢谢老师。大宝同学的这张手指画，咱们就等着看笑话了，实在太让人惊喜了。王老师居然真的懂得欣赏你的画风和意境哎！大家看，怎么画？怎么画？哦，你真的好看呢！是太傻了，小孩子，求求他了！真的是大宝同学，对呀对呀。大宝同学能用指纹和简单的线条勾勒出这么多形态各异、造型生动的动物，实在是很有心思，真了不起，大宝同学。可那明明是我的画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王老师手上的那一幅画明明是我的，怎么突然就成了大宝的呢？我也觉得奇怪呢，昨天他给我看的明明不是这幅画来着。同学们，你们有没有看过关于警察调查案件的电影或者相关的电视节目呢？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很多时候警察都要在犯罪现场做什么？收集指纹。对，收集指纹。没错。那你们知道警察为什么要在犯罪现场收集指纹呢？或者说，你们知道指纹为什么能够成为侦破案件的重要线索吗？不知道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根手指的皮肤上都有秘密的指纹，就连小猴子也不例外。我们每个人手上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指纹是完全一样的，而且这种指纹是终身不变的。犯罪分子在作案的时候，总会在触摸过的东西上留下指纹，而公安部门可以用特殊的方法来收集到这些指纹，并把它们作为判断犯罪特征的一种重要依据。对不起，其实动物园的这幅画是我在厕所捡到的，都怪我一时虚荣，所以就。
大宝同学可以主动承认错误，我觉得还是值得谅解和鼓励的。海涛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大宝也是一时糊涂吧，我根本就没有生气啊。再说，我们是那么好的朋友，对吧，大宝？那好，我们为能主动承认错误的大宝同学鼓鼓劲儿。好，大宝。郭老师，就是大宝也画了一幅很有意境的手指画。千万别说，你还嫌我不够丢人啊？这就是大宝的画，孤独的鸡蛋。吃饼地，这些都给你，我就带一下。不行不行，不就是个破铁片子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破铁片子，你想要还得不到呢。不理你了，我要踢球去了。那你就小心，可别把这块破铁片子弄丢了。谢谢你提醒。对了，你我已经告诉我妈妈我得奖了，她说今天晚上要好好奖励我呢。耶！啦啦啦啦啦！臭显摆！真可惜，我要是也有这样一枚大奖章就好了。啊，有了！海涛，你看我这个奖章怎么样？哟，咱们的相声明星怎么蔫了呀？你说什么？我的破铁片，我的奖章真的丢了，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。那今晚你妈妈可怎么奖赏你啊？真希望妈妈还没有跟别人说。是啊是啊，你一定要来我们家里坐坐。这已经是第28个电话了。这么说，他把我得奖的事情告诉所有的亲戚了。要让妈妈知道我把奖章弄丢了，该怎么办？谁让你那么骄傲的？这下吃苦头了吧？晚上咱们亲戚都会来看你的表演，你可记得一定要带上奖章哦。对了，小小美猴王，赶紧下楼帮我做饭。大宝，你今天就好好的准备明天的表演吧。
小小美猴王，先帮我把明天要准备的菜单贴到冰箱上去。大宝真是有出息，一定要好好准备。妈妈，浇水在哪里呀？你要浇水干嘛？把这个菜单粘到冰箱上去啊。干嘛非得用胶水呢？想贴住它还不容易？我明白了。啊，你要干什么？贴菜单啊。哎呀，快放下，我可不想为了粘一次菜单就得换个新冰箱。小小美猴王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看我的超级轻松冰箱贴。哇，这个胶水真好用，一下子就粘住了。这才不是胶水呢，它叫做磁铁，它吸引的是冰箱外壳的铁皮，而纸夹在它们当中，当然就被固定住了。它会吸铁？是啊，要不然怎么叫做吸铁石呢？只要是铁的东西就能吸吗？没错，是这样。不管小铁钉藏在哪里，它们都能被磁铁找到。看，因为铁与磁铁总是相互吸引的，在磁铁的周围是存在着磁场的，在磁场中有些原来没有磁性的物质能变成有磁性的物质，这叫磁化。就像这样，铁就被磁化成一个新磁铁了。哇，我以前从来不知道铁和磁铁之间有这么一种神奇强大的力量。妈妈你太厉害了。小小美猴王，你不帮我做饭了？小小美猴王，用这个东西行吗？相信我吧。我已经明显感觉到强大的吸引力了。你的脚声就在下面。我们就要撞到学校的铁门了。看来咱们得换一个小点的磁铁。没错，现在开始掉奖章了。嘿嘿，看我们谁先掉奖。好，出发喽，出发喽。它丢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了。呀，我的发卡！大宝，你们怎么不早点帮我找回来呀？以前我也不知道磁铁有那么大的威力。大宝，你真棒！不，海涛，昨天是我不好，我不该那么小气。
现在你带着他吧，带一天都没有问题。真的吗？现在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。广播校园新闻，昨天傍晚，有同学义务主动的清洁了操场，使我们的环境焕然一新。经调查，做好事不留名的同学就是二三班的大宝。下回我也拿磁铁去打扫操场。再不报一条新闻，再不报一条新闻，昨晚学校求门失踪，不知去向，请知道线索的同学速来告知。这事儿跟你没有关。果然和你没有关。没办法，我们也不知道会变成这样。我这就报告老师去。哇，大宝，幸运 T 恤真神奇呀、穿上了它，你就会有用不完的运气了。赶快让我摸摸，让我也能沾点好运气。他们怎么了？喂，大宝，小小美猴王，原来你真的有幸运 T 恤呢。怎么样，没骗你吧？你爸爸真好，要是我爸也能给我买一件幸运 T 恤就好了。可是这里是买不到的哦。不，爸爸说只要我们跟大宝在一块儿，就也能跟着沾上好运气。瑞瑞，你在收什么东西呢？练字本啊。上周五老师不是说了这周一会检查的吗？练字本。刚开学的时候王老师布置的作业，一天写一页。恐怕有的人一页都没写过呢。幸运 T 恤也帮不了你喽。快快快！快快快！快快快快！这么夸张！我该怎么办？同学们，王老师今天临时要去开会。练字本先不检查了。早知道就不找你写了，我的手都写疼了。感谢我的幸运 T 恤，好神奇呀、今天真是太神奇了。给，谢谢。给，小朋友们来试试运气吧，套中什么就送什么。开始。
等你以后有了幸运 T 恤，说不定你也能三连胜哦。大宝，你的头上，我的头怎么了？好多蚊子，你的头顶上，有好多蚊子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又帮到忙了。为什么这些蚊子总是跟着我一个人啊？大概是因为你比较幸运吧。你们就是嫉妒我有幸运 T 恤。大宝，小小美猴王，好了没有？太阳快下山了。大宝，你这件衣服都要臭了。你们跑什么呀？妈妈说她这件 T 恤都穿了两天了，已经脏得不成样了，让她赶紧换下来洗洗，可她就是不愿意。当然不愿意了，这个是我的幸运 T 恤。幸亏妈妈没有追出来。来就来了，怎么还带了那么大一群蚊子过来呀？你这是打哪儿学来的舞蹈吗？这些蚊子好奇怪呀，总是跟着大宝一个。昨天傍晚也是这样。难道这跟幸运 T 恤有关吗？让你换衣服你不换，还逃跑？穿着汗味这么大的衣服，蚊子不叮你叮谁呀？还乱抓，抹点药忍一忍就好了。你还真以为穿了什么幸运 T 恤就什么好事都落你头上了呀？好运气也是需要付出努力的啊！真是的，跟你说话呢，听到没有啊？记住了啊。臭死了。洗完出汗能不能带来好运？我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找到什么了？这么兴奋？看，夏季的不速之客蚊子。你知道蚊子为什么总是喜欢追着你叮、缠着你不放，而我们几个都没有事吗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最喜欢的那件幸运 T 恤。那跟我的幸运 T 恤有什么关系呀？这书上说的，蚊子最喜欢在弱光环境下吸血，白色的衣服反光能力较强，有驱赶蚊子的效果。而当人们穿着深色衣服的时候，反射的光线较暗，反倒对蚊子更有吸引力。还有，蚊子喜欢体温较高和喜欢流汗的人，如果不想被蚊子盯上的话，出汗后记得及时擦去汗液或者清洗，尽量保持皮肤的清爽哦。好像是的，每次我被一大群蚊子围攻，好像都是我出了很多汗的时候。就是啊，还有那件黑色的幸运 T 恤，我看你最近还是少穿吧，不然蚊子会追着你不放的。那可不行，你不记得了吗？要不是我昨天穿了幸运 T 恤，我们几个肯定会因为作业没完成而挨批评的。啊，那是因为人家王老师临时有事，好不好？那巧克力机器人，还有乒乓球呢？阿姨送你巧克力是因为你拾金不昧呀。机器人纯粹是巧合啦。至于乒乓球，你本来就比我们打得好啊。你不是一直都很努力在练球技吗？就像妈妈刚刚说的，好运气也是需要付出努力的啦。这些都不是幸运 T 恤给你带来的幸运。不管，你快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治一治那些蚊子。好吧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你看，这里有介绍蚊子的敌人呢。哎，快说。书上说，青蛙和壁虎都是捕蚊高手。还有吗？让我看看，大蒜和橘子皮的味道，蚊子最讨厌它们了。
大蒜、橘子皮，啊，大蒜、橘子皮。大宝，你怎么又穿这件衣服了？你忘了，今天有数学测试呢。我看考的好不好跟穿什么衣服没关系，是看你有没有好好学和认真准备吧。哎呀，再说了，你不怕蚊子又追着你叮啊？放心吧，这个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大蒜，还有橘子，待会儿请大家帮忙吃掉橘子，我就会有一大堆的橘子皮喽。我的橘子！我有许多的秘密，只想偷偷告诉你，每一秒钟都精彩，无聊也会被打败。我有许多的秘密，只想偷偷告诉你，每一秒钟都精彩，无聊也会被打败。我的小小小小美猴王陪在我的身旁，飞到了云彩上。哦，我的小小小小美猴王陪在